换一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是一场我们哥俩上来接着给您表演。对，感谢大伙儿啊，周六的下午来到大豆听相声。哎，多捧我们呀。嗯，大豆这是一个刚成立的团体，年头不长。哎，打出自己的口号来了，叫做北京孩子北京味，是这个标语。嗯，站在舞台上给您表演的所有演员，嗯，都是四九城生人的北京孩子。哎，北京人，北京人是站在舞台上呢，怎么样？说北京话，哎，也就是普通话呀。啊不，那怎么着？没有研究了呢？啊，有什么研究？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这里还有区别吗？不一样，说一说。北京人说话有他自身的特点。这第一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嗯。吞金吃字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太理解，不太懂啊。啊，举个例子，说一说。天安门，北京人怎么说呢？天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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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字没有。哎，哦，西红柿，北京人怎么说？西红柿。对了，西红柿，西红柿。哎，我就爱吃西红柿。哎，个个西红柿。嗯，我要问你一句话啊，注意听，我问的是什么？您可以随便问问吗？你是俺们娘能搞吗？您这要用普通话呀？怎么说？你知道王府井怎么走吗？对，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你随便问。你见过哪北京人没事在王府井怎么走啊？较真儿的意思，对不对？没有这么问题。哎，我这给你讲解这北京话、普通话区别啊。这是，哎，就是吞音吃字，体现最明显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呢？公交车站，公共汽车。对，哦，你在哪儿等车？扯进站了啊！开始是清晰标准的普通话播报。还普通话？哎，你听这个骚气劲儿啊！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一路汽车开往四惠枢纽，请您中门刷卡上车，向后门下车。谢谢合作。真够味儿的。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北京大姐，对吧？人工爆炸，哎，你一个字儿你也听不清楚。我认错得了，我最喜欢北京大姐，熟悉啊。要外地朋友来，你们可放心啊。北京的售房大姐最有特点，介绍一下。四十多岁一北京阿姨，对，车一进站，这手往外一伸，这手拿着爆炸机，这个就来了。再来一回。很多读音啊，跟普通话不一样。譬如，哎，你这就是正字啊。哦，譬如，譬如，好些个读音呐，啊，没听出来。哎，您听得俩？哎，好些，好些的，好些就是北京话。啊，对对对对，普通话咱们说许多，很多很多啊，这个好些，哎，好些，北京的读音了。啊，蝴蝶。北京话呢？过点儿，到点儿，到点儿是说这个星期一、星期二。北京人，北京你说快了，啊，星期一、星期二，什么玩意儿？星期一、星期二。哦，你星期多少？我呀，啊，哎，我是无期。哎，啊，那咱俩握握手吧。您，也无期，我是兄弟。啊，就这么个意思，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一、星期二，瞧瞧，啊，您听这个。我爱我家，情景喜剧，嗯，里边宋丹丹演的这个和平女士，和平同志，对对对，和平同志，
你这叫失落的记忆啊，记得是的，对对，他那个就是，嗯，还得是北京南城的老北京话，南城啊，说话是很多读音跟普通话不一样，是吗？原来爷说再见呢，跟爷说再见，还得再见，为您准备了一系列，都这么说吧，一系列，系列的都这么说。哦，你像那个和平的妈，谁呀？那个老太太就是演《渴望》的那个，嗯嗯，韩影，老艺术家，嗯。谁主沉浮？就这样啊，就这个，那个我们就是拿普通话能解释啊。啊，我们就是说我们，我们啊。但是呢，有些北京的方言土语啊，拿普通话就不好解释。哎，您说这个观点我是不太认同啊。土坡那么老干什么？您说什么意思吗？合着就北京的方言土语啊，拿普通话还没法解释，不好解释，那就吹了，太吹了。怎么？这么着得了？你怎么样？今天我估计北京人还多啊！你在这说一个北京的方言土语，你呢？我用那个标准的。我给你做一个解释，我告诉你，我给你下定义，什么？下定义，上辞海。书面语过度破科上面都能写上我这个，您上口来完过度还百度百科上我这下定义的，下定义的，你说一北京话准确啊，我给你解释，一个不能拿个大水盆大白话可不成，我说话水猫你猫瞧的了，我是说英式啊，就咱这书面语啊，认认真真这个这书面的，拿出您刚才这个嗯许多，拿出那个话来啊，没问题，没问题啊，来来说吧，解释一下，随便，蛋儿挑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词儿？蛋儿挑，蛋儿挑，蛋儿挑，太好解释了，你不能大水头啊，太好解释，书面，咱琢磨啊，听我这解释，怎么的？告诉你标准的，来来来啊，蛋儿挑啊啊，若二男人，其配偶的人际关系为姊妹，则此二男人的人际关系称之为蛋挑，北京话蛋挑。准确啊，过甲啊，处于直立状态，令你跨坐于其颈部，双足垂于前胸的这一动作，称之为甲。How are you 者你，北京话开了，这是，这也行，哎，你再解释一下，来一个吧。说我买了二斤栗子，二斤栗子，这个栗子怎么样？开了。哈了的，尤其是咱们吃的瓜子啊，花生啊，怎么着？糖炒栗子都一样啊。哈了的定义，对对对，准确的啊。你吃点别的不成吗？就好这口，就吃这个。对，糖炒栗子哈了了，哈了的定义有了。嗯，若食品长期的处于封闭的、不透风的、缺氧的环境当中啊，导致食品当中的油脂产生了变质啊，从而产生了这么一种味觉上的，是吃的吗？它不一定是味觉，不是，它是嗅觉上闻着的呀，它也不一定是嗅觉，不是嗅觉，它是味觉，它怎么着？它是嗅觉，到底哪块？它是这个味，它是这嗅觉，它怎么着？我东西它揉在一起，混在一块，砸了骨头了，这么一种人类的感官感受，我说你明白了吗？你不义，反正太累了。怎么呢？这个扯了一个耳洞怎么讲？活动活动，扯了一个耳洞都出来了。你看，您还别说啊，还真是不好解释。北京的方言土语，嗯，不好解释。是啊，还拿普通话解释出来，起码会啰嗦。对，这是第二个。还有没有？还有，嗯，就是这个卷舌音的使用。
什么意思呢？儿化音呢，北京人爱说这儿化音，爱说儿化音。嗯，不过啊，嗯，咱得说清楚了，怎么意思？不是什么地方都加儿化音呢。譬如，比如说我们不说啊，我去一趟天坛公园，你儿有神经病吧？谁这么说话？不好说呢。严重的误用啊！但您可能听到过这种误用。什么误用呢？咱们去趟西直门。哦，是，不对，不太准确，不准确了。嗯，咱们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啊，到天安门广场。嗯，在前门下车，那就不对了。那不对了，大姐告诉你们，后门下，后门下吧。在我正常的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表演相声的过程当中，不要有一个老娘们老搅和我，好不好？老娘们附体，真是。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说这有道理。是啊，你说前门，听着就是公交车上的设置了。是是是，北京城啊，里九外七皇城寺，嗯，只有三个城门加儿化音。哪三个？东便门、西便门，还差一个广渠门。哦，就这三个，其他的不加。是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门啊，这个听着恢宏大气，显大。门啊，小门小户的，开门去。家里老跟你说，是开门去。嗯，什么东西都一样，都一样啊。加上儿，这东西显小。是吗？啊，你比如说，嗯，到了夏天天啊，夏天天我买根冰棍儿，啊，买冰棍儿，你嘬了这就吃了，哎，就还得嘬了这，这方言土语吧？啊，你不用儿化音，怎么说呢？到了夏天，我买了一根冰棍，我都要穿了。小女孩多可爱啊，怎么了？脑袋梳了一小辫儿，小辫儿，这就得加儿化音。这小女孩多可爱啊，是脑袋上梳了一个小，不好听是吧？是不好听。你看看，这是，哎，这也是。还有没有啊？另外来讲啊，刚才说的这是共性啊。北京的男孩女孩还有区别哦，还有区别。哎，北京女孩说话啊，有她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很少撒娇啊。哦，不嗲，发嗲呀，是是，用那种叠字，什么什么，啊，嗯，老公，我要买这个包包，孩子呀，这不一定。现在好多北京女孩不用这叠字，谁说的啊？哎，姐们啊，那哎，哎呀，那咱俩一块逛逛去。哎，你净叨叨啊，你老嘚着呢，你别胡咧咧啊，你别瞎逼逼啊。谁学的好？你精神了哈！你主要是学老娘们学的好。我呀，是他奶奶的辈儿啊，这就别占便宜了。哎，男孩说话，男孩也有特点，特点呢，好聊。你看啊，啊，尤其是夏天晚上，啊，马路边上大排档，十个肉串，两个瓶皮，他能聊一宿，知道吗？打小学那点事儿全想起来了。你说那是他们，你呢？就是西红柿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一样喝酒啊，老赶上酒腻了，你看。不，话说回来了啊，这个也就是马路边上，怎么讲呢？随便聊着无所谓，啊，讲究效率的地方不行。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嗯，医院看病不行，是吧？啊，你看啊。到医院看病去，嗯，一上午30个号，哦，你进去就那么几句话啊？哪几句啊？大夫您好，啊，您什么症状啊？是啊，我就是有点咳嗽，哎呦，有点发烧，嗯，这么的啊，给您开点消炎的啊，开点退烧的，是是，注意作息，啊，祝您早日康复。哦，楼下
画价交费去要就完了。完了，完了，这就完了。对啊，要不然你们现在的医患关系紧张呢。离得你太傻了，说的少。病人看着大夫多说点啊，多说点，多聊两句，多聊会儿，显得热情。那好比说啊，我是一个20多岁北京小伙子，我呢，你是啊50-60岁北京的一个阿姨。我没说出来，我这干嘛的？您呢？出门诊，我在这看病。下午2点钟，嗯，我排的第一个。您找我，找您看病的。行，北京的方言土语，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好，歇后语、俏皮话全用得上，都绝对有意思。耽误工夫，来点表演一回，来一回啊，看病试一试啊，看病看病啊。要不我自个儿吃点药算了。赶紧说，大夫这形象呢？大夫啊，大夫，来麻利儿的吧？啊，麻利儿的给我搂搂吧。哦，这两天呢，要了亲命了。别着急，别着急啊，哪儿不舒服，那我好坐下外边跟我说。外边跟你说呀，啊，不愁。怎么了？这两天呢，啊，一到了后半夜，嗯，连喝都带喘，吭咔的脆痰。撤的我这半拉背叶子直疼，你瞧瞧，不光这个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我就呼呼的冒汗，一会儿我这直打摆子，你说这玩意儿这可怎么弄着呢？我跟你说小伙子啊，打你一进门我听你说话真是都不对了。是吗？阿姨的，哎，你看我红了，你知道吗？这么着，别着急，给你开点药，开点消炎的片，退烧的片，去火的，一天三顿你把按点吃啊，别老见天不睡觉跟那熬鹰，吃奶不叫吃奶，你这叫作。这还真是，那可不，也就是这上岁数的大夫啊，要年轻轻的那不成，他不成，从楼上到楼下，从头上到脚下，连拍片子带飞踢，是是，千八百多打了水漂了。哎，到您这儿可没有啊，我这儿哈，三下五除二，干巴了一个脆，就把这药方子给我开出来了。要说这上岁数大夫医术高就在这儿呢。我跟你说，小伙子，这个不是跟你吹，怎么？现在年轻大夫底儿太潮了，屁着点儿，他迈开面，对，哪是大学武？您怎么样？我老三届，我跟郭晶学点，我爸下放牛头转的帽子。对不起啊，首先向这个各位要是看过我们节目单的观众朋友们表示一个道歉，嗯，啊，什么事儿？节目单是我们写的，这段叫样板戏。对，嗯，但是呢，今天得录像，录一下这个打卡北京话。对，参加这个央视相声大赛，给人递过这个录像。打卡也不一定录啊，对对对，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北京的文化能不能立在全国的舞台上？难点啊，推广一下，介绍一下嘛。是是，虽然是难一点嘛，嗯，但是我们愿意不遗余力的为此而奋斗。对对对，对不对？他已经不用死不死，对不对？哎，话说回来了，嗯，这个样板戏呀，啊，您刚才听着亮丽啊，怎么了？哎，叶鹏确实是，谁呀？好唱。哎，爱惜唱，好唱啊！唱的叫什么呀？唱的京剧。对，京剧，京班大戏。太对了，对不对？是京班大戏。哎，京班大戏。哎呀，咱们叫京，看清楚，这玩意儿叫沙皮，是吧？传统戏，哎呀，卖的古个老戏，古个老戏啊，红阳洞啊，对对对，红鬃烈马呀，这常唱啊，龙凤呈祥啊，有这么一戏呀，色狼探母啊，哎，爱唱这，哎，我不爱唱这个，累着呢，不是不是四，对对对啊，四个色狼探母啊，这个戏，你不问问这母受得了吗？四个色狼像话，怎么说？四郎探母，对对对，他气糊涂。四郎探母，他做工呢，哎，
我不是。您呢？我喜欢现代戏，样板戏。对对对，我说相声。样板戏啊，难得，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啊。那十年的期间嘛，啊，对，当时啊，全国人民十个亿，天天就这八出戏。是是是，脍炙人口。嗯，我们这个没赶上那个年代，嗯，好多戏我们都能听过啊，也听过。你比如说哪个？沙家兵。沙家兵。沙家兵这个戏啊，讲的是什么？爷们儿，爷们儿啊。沙家帮，对对对，啊，在那有一帮兵，啊，沙你得有这个沙家帮，沙家帮，老话沙家帮，这沙家帮，哎，里边阿庆嫂，阿庆嫂，胡传魁，对对，刁德一，啊，刁三呢，对，唱的智斗嘛，是是，在电视上啊，哎，沙家兵，沙家帮，沙家帮，还有吗？还有这个七戏白虎团。七还有五戏的白虎团，是是，还有三戏白虎团，这叉还是对对对，叉七的叉六白虎团，哦，哎呀，不七七戏七戏白虎团，奇袭白虎团，奇袭1953年北京一个和谈金某被揭穿，怎么还弄北口音的呀？卖本书都有这话，对对对，梁民唱的奇袭白虎团，趁夜晚出奇兵嘛，哎。哪个叫那个啊？智取威虎山，这有啊，这都知道吧？太知道了。杨子荣跟坐山雕啊，对那个黑话，对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喊我正常故事说话，谁也没有加脸红什么清晨换方，怎么又黄了？黄冷，死了，不能了。我变成了绿猪，什么形象啊？您这，这不不不不，反正不要后面那句。王冷图，那么大伙儿都知道，都清楚。脍炙人口啊！还有什么呀？还有哪出啊？红色娘们军。哎呦，那这了戏啊，都是女的，是是。那每个人手里抱着这么一个孩子。红海的娘们军，哎，抱一长枪，抱什么枪？抱长枪，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娘子军，哎，这是一个八了五句，对吧？你等会儿，您等会儿，八了五，哎，接的五不行，什么五？八雷五，八雷五，嘣嘣嘣嘣那个，对对对对，哎，哎，还有一个，还哪个？大家伙最熟悉的。红灯记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了。现在啊，不光红灯记了，怎么呢？黄灯都记了，对不对？记下来还要罚分儿，追尾就发生是吧？对对对，哪个黄灯红不是红灯记知道吗？不是红灯记，红灯记啊，红灯记啊，红灯记，跟谁登记？咱俩登记呗，不不不，红灯记。这一出戏，一出戏，《红灯记》有人吗？对对对，啊，里边有三个人物，都有谁呀，啊？有你奶奶，你奶奶，你奶奶叫什么呀？李奶奶，还真是李奶奶。李奶奶，李奶奶，还谁？李玉和，有这人物？李铁锤，李铁锤，正三个人。我说我说李铁，这个名字不够特别女人，知道吗？我跟您这么说得了啊。铁锤呀，铁饼啊，哑铃啊，杠铃啊，这都不行，知道吗？铅球都不行啊，不不行，钢蛋，钢蛋也不行，铁梅，哎，铁梅，铁梅，李铁梅，铁梅。唱什么好？那还行，就是这个啊。奶奶，您听我说，啊，这有伴儿，那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嘛。是是，哎，这个，这是独唱，行，对不对？对对对，铁梅的独唱是，哎，唱起来这样的啊。咱们用这个小嗓子呈现这个旋律，哦，旋律，旋律这样，听听那意思就。对对对，你就听这个调啊，知道不调？我没有那个。没有那玩意儿，没有我娘们儿。对对对，没有那太鸡脖子那个声儿。来，看这个啊。奶奶，您听我说，是这个，我爷爷小的时候有一个地方，高高的天。奶奶，您听我说，张嘴就唱爷爷是吗？有奶奶不得有爷爷吗？什么爷爷？再说也不赖，您这是什么？您这前面情字大碗茶，这是。你爷爷小的时候像话吗？什么？不是这。红灯记嘛，红灯，我家的酒。
对对对，我家的表叔的表叔。对对对对，对了啊，再唱一遍。奶奶，您听我说，好，我家的表叔就在这里搬船，高高的天门，几回梦里想着他，爹爹和奶奶。我头鞋不，他们和都有一颗厚亮的心。傻了吧？傻了，你看什么他妈玩意儿？我刚才侃侃而谈，堂堂堂堂的老我说，为什么呀？啊，他都不懂。谁不懂啊？他没听过。谁没听过呀？我唱样板戏，他都不知道哪段。能说的？别看就这八段，他就瞎蒙。哎哎哎哎，甭说，哎，甭说的，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怎么着？样板戏我们也听，我们也学过，是吗？你这么着啊？你在这唱一上句，我给你接一下句，你唱哪段，我给你接哪段，是这话吗？就这么大能耐，那我得随便听。来这儿。我别逼你，这不呛吗？赶紧练起来了啊！漂亮，唱，接下句啊，接下句，告诉哪出戏啊？这太简单了。啊、你听那个干什么呀？你唱不唱啊？你就那么一句，听讲那么多不听，那么一句听那么清楚干什么啊？漂亮，赶紧赶紧。提篮桥来是美战单水劈柴也靠他的外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红灯记红灯第一场前面手提红灯四下看啊第一场红灯记，红灯记，哎，真听出来了。真的，刚才唱半天，刚才介绍半天红灯记啊，是，知道知道。你这换换出换一出戏，换一出不知道，别跟那一样，知道吗？对呀、啊，来吧。哦，对，这一出戏啊，啊，一出戏啊，换换换，再换一个，快点啊，来，这样，少提红灯之下堂。云飞，你拿我当弱智了？手提红灯自下堂，不能是绿灯戏吗？别呛我，你少气我，我告诉你啊，再换一个，换一出戏你就不知道了，听这个，赶紧。狼心狗肺在酒上，红灯记，红灯你就会这一个是吗？是你啊，你红灯这么跟你说，红灯记啊啊，你随便唱哪段我都能给你接得上来，知道吗？那当然了，红灯记我全熟，哪段都接上来。我告诉你，告诉我全会，钱小玲把我憋在墙角里头，要弄死我，人我都没告诉他。钱小玲，后料，怎么那么招人恨呢？当过文化部部长啊，后来让你打趴下了。哎呀，有这么一个事。钱小玲，你随便唱，给你说吧。等我说不信，呵，我说不信。接下句啊，来吧。那你算什么这个？哈、啊，有多大劲使多劲啊！使多劲，使多劲。女